我们今天来到 Osborne Park Barbagallo， 我们今天请到 Aston Martin 的 Performance Driving Consultant Stephen Tompkins 来为我们说一下这台全新的 Aston Martin DB11。11 V8 同 V12 个布局基本上是一样的，个引擎咧系德国全手工做，佢个车头咧减咗重，所以个车型配重可以达到49:51，转弯起上嚟就更加得心应手，好舒适啦，支撑性同平衡感都是出奇咁好嘅。咁佢比起麦拿伦或者 Lamborghini 咧，可以起上嚟更有写意感。佢零到一百只需要3.9秒，极速300 Sport Plus 模式之后咧，佢推背感好强，绝对系 Aston Martin V8 里面最强嘅一部车。